来，各位女生、各位家长，摆出你们最灿烂的笑容。73位礼生和家长们透过荧幕进行成年礼仪式，主持人也一一献上祝福话语。大同区公所以线上方式举办成年礼，并且安排亲子趣味默契大考验、精油按摩孝亲仪式等活动。而参加的礼生们很多都是全家总动员，有多组姐弟党、兄弟党，还有双胞胎组。许多家长表示，第一次听到孩子说我爱你，都相当感动。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这么美，好，祝福我们文慈春风得意，步步高升。好，恭喜文慈。再次，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江木林。木林，木林，那个举手键，然后找到了。木林，帅帅帅，真的很帅。啊，欧欧巴，对，来大同区的欧巴，来，哦，比赞哈，来，三二一。那我们就祝福我们的木林万事如意，建功立业，恭喜木林。今天是我们大同区111年了，放心展望，一起大同的线上成年礼。那因为今年啊，每年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为了庆祝人生的转捩点啊，我们都会办成年礼。那不过啊，这两年确实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考量不群聚啊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把大家忘记，我们办了线上的活动。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刚过完情人节，接下来再隔两天就是父亲节，那我们主要是要让爸爸心目中上辈子的亲人，或是心目中的无敌铁金刚，利用这个下午跟爸爸妈妈嗨一个下午，过一个有意义的成人节。来，爸爸妈妈，你可以要求这个力道要不要再重一点？那行，轻一点。超人爸爸，我要重还是轻？哦，再重一点，啊、哦。除了让礼生和爸妈温馨互动，区公所还准备丰富奖品以及彩蛋大奖，有现金5000元红包，还有运动手表、蓝牙耳机等，要让在家防疫的礼生与家长也能在空中嗨玩一下午。到底是哪一位幸运的礼生要带下去？来，请转盘。这下就赢。结合，结合，结合。为了让各位礼生跟爸爸妈妈的互动啊，我们今天啊特别除了默契大考验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些孝亲的活动，比如说我们会精油按摩，哦，还有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些默契大考验。当然了、啊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彩蛋大礼，这个就容我这边先卖一个关子。可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，我们大同区啊从来不会让人失望，因为今天啊最佳的男女主角就是各位礼生嘛。大家都成年了，也祝福大家能够展翅高飞。那展翅高飞的同时，也要记得要孝顺爸爸妈妈。那我这边也要同时祝福啊，线上礼生的爸爸妈妈，家庭幸福啊，身体健康。那同时啊，再过两天就是父亲节，我也要祝线上的爸爸父亲节，还有我个人父亲节快乐。谢谢大家。大同区公所方月琪区长表示，成年礼一生只有一次，有着延续传统文化的特别意义。随着时代进步，活动需要添加更多年轻人喜爱的元素，并借由网络社群媒体的传播，扩大活动的能见度，也为大同区成年礼打造出好口碑。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。